来跟我的棉被晒太阳。我得了针眼，他需要睡在绿色的床上休息。我预约了牙医，在去美国之前，上次去看牙医也是在去美国前，打了3通没有接的国泰航空客服，最后超神奇的是用 LINE 客服回答我，他的名字叫做 Zenobia。最后他终于回答我的问题，我还问他说你是不是机器人，最后换了一个 Jackie answer my question， then he said no he's a real staff。 长刺的心，被 technology 别人的 technology 烧到，晒的棉被，晒自己，解笑。Mom's birthday， 馒头，玫瑰花 ，as a gift for my mom， yes。台风天加柬埔寨的书，本书叫做《对诅咒的国度》。It's amazing。 今天看了很多关于宇宙、月球，还有那个叫麻花卷馒头，所以就写了 Universe is amazing。 然后做的这一颗不是宇宙的宇宙，它叫 Galaxy， 就是自然的星河，所以就用麻花卷的概念。今天是9月14号的维修天，去看牙齿，去拿了小便囊肿的药，然后去物理治疗脚踝。Basically 就是一个维修天。晒纸区，今天觉得平凡就是日常幸福。运动了，洗衣服了，还没洗厕所，等下去布展。Have a good day。17号，今天是星星日的 Happy Birthday。在家里面是交通不便，结果早上还要玩手机。一切都依照练习提早，昨天有慢慢的又快快的练习，然后就在想，如果最后一天穿的是日衣，就像现在一样下大雨，大概也是一种很难过的结果。可恶！那些家伙到底是什么人呢？每个人都是复制人。两个爸爸。我才是广智。你少胡说了！我才是真的广智呢！你是个假冒牌货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听到是每个 artist 好像在比赛，人家在上课，然后这个考题就是一个很像可爱的传说，他说了一个有百合花。开始的故事，然后哒哒哒很复杂，什么谁吃了花吃了它，怎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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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最后又开出什么什么的花，
然后中间好像又摸到 Daisy， 然后 Daisy 是图片。总之那时候我好像有画了一个草丛在纸上，也有画在他的脸上。他摸了摸脸，他就松，像是在按数位的 erase 键一样，然后就消失了。最后时间好像快到，然后就想说，都没东西，会很尴尬。想说至少要有一点吧。这其实是白玫瑰。今天是中秋节，本来想说要煮个馒头，可是有些事还没做。爱心围成的，然后这个可以用双色去用，然后有小上面的眼睛三颗，可能是一个爱心草，或是爱心嘴巴人吧。嗯嗯。Win Win Day， 耶！要去做戒指了。好兴奋的，每天在倒数就觉得时间过得很快。昨天晚上突然因为变得焦躁，因为会觉得在团体里面一个人要做很多事，然后总觉得自己是号召的人，就必须承担很多。But 欢喜做我甘愿受哦，还有玉手链，不是啊，是戒指，昨天去做的戒指。就是觉得哦，露露也不错，就是很有质感，也很特，不是那种很一般，觉得哇 ，look so pretty， 不是那一种，所以我也不知道哎，我是犹豫不决，然后觉得快出国了，很多聚会，有很多事没做，想要放慢速度，就是好好把每件事做好，希望可以很平静 ，peaceful for today。噔噔噔噔噔，整理。还没想好，可能也没有想要想好，就是要像男生树吧。Hello， 这是我跟我姐一起坐的，我要去晒日落后的太阳，走吧 ，Let's go。很久没有学生了。今天写的是最近变成睡觉大师，即将要制作萌宠的衣服，感到很兴奋，然后就很多笑脸。这件也是我跟阿弟做的，做了一个很像 pocket， 像个口袋，这是什么东西？伸进去的口袋。十月了，超快的，希望旭旭都也蛮快乐。
住了。幸福。